将为大家演示一下混乱的玩法。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接下来我会给你玩一个扑克牌的魔术。好，首先我这里有一副扑克牌，里面什么花式都有，对吧？先把牌切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要你做的事情呢，请随便的选一张牌。嗯，好的。不要让我看到，请在你所选的牌这里签上你的名字或做一些记号，证明这张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扑克牌。把你所选的牌放。好，现在要做的事情呢，我会把牌分成两部分，一正一反。知道世界上最乱的洗牌是怎么样吗？不知道。好，知道，那我跟你演示一下，就像我这样。可以再洗一下。好，这牌经过我正反的洗了之后，非常的凌乱，有正有反。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呢，我要把这个扑克牌放到这个牌盒里面。好，不要再按键。轻轻的弹着绳子，你会发现整副扑克牌都已经反过来了，但唯独有一张牌是面朝上翻过来的。请问这张是你所选的牌吗？对。